我姐姐患上了癌症，实际进入了我们的家庭，一个星期都来三天的关怀和陪伴。我从他们谈话那一方面，我觉得他们真的不可思议。实际的人跟我没有关系，他们真的为我们付出时间，还有我感觉那种是大爱，这种爱更可贵，因为是外来的爱，也对慈济很深刻。他有往生之前，他也跟我讲，慈济是一个很好的集团，那你一定要出来做慈济，你一定要把你爱我的那一份爱哦，去爱别人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每次我去看到个案的时候，我很自然的就想起我姐姐讲的话，我真的能够真正的投入，我把我自己投入在他的家庭里面，去跟他们沟通，去了解他们。Hello。 其实最大的学习啦，对我来讲，第一，我可以看到无常，这个无常随时会到来，就是我们要警惕自己。那第二，我们要怎样把内心的那一份爱真正的能够付出来，要很真诚。我本身当我看到病人的时候，我的心就会起那个，我很想抱他，就是让他给他知道我们爱他，我们的爱是一个家庭里面的爱，不一定是家庭成员给的爱。其实仿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，我们要真正的把内心的那一份带出来，让对方去感受到，你感受到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哇，你是真心来的，来帮我的，还是来陪伴我的，让我的觉得我的人生病之后，我的人生观有所改变。他有所改变的时候，你再继续看他的时候，他会给你笑容，他会期待，只要他能够接受，我们就能够走进他的心里，走进他的生活，就是我们成功的第一步，就这么简单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